点解？好痛啊！好啦，上次是最多人期待的第二期角色护国超人，这次可能就是最没有人期待的角色矿机。明明一直跟在三爽旁边当好基友，却要玩家付费第二期才能使用，跟爷爷学的是不是？哦，永春。哦，我有克苏鲁。哎呀，哎呀，光头叫出光头。哎呦，喂，我这边叫骷髅头。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妈，干什么？哇、哦，够胖哦！哈哈，没中，上去！哎呀，靠，被破解！我跟你讲，喂喂，魔怪哦！哎呦哎，我斩掉！哎呀，哇！哎，哈哈，哦，抓去喂章鱼！喂，喂，喂，那是个，这都是干嘛哦？哎呦，闪过来！让我飞嘛，中了哦！喂，上去！哇，矿器比意料中的好用啊！上去！喂，警察抓人！哎呀，乱抓人！喂，什么的戏？哎呦！我不在防御了吧？警察打人啊！哇！我的福马林喷出来啊！哦！哦，你动作啪啪点嘛，上去吧你！我也来！哈哈，克苏鲁！哦哦，点穴！我被追，哈哈哈哈！啊，有了，我记得是展示过的多雷，哦，变艺术品了，哈哈哈可以捐给奇美博物馆，哈哈。I now control your mother's and sister's souls。难道是母女斗？喂，哎呦，喂，战斧的戏，光头发射，光头发射，啊，呆呀你！啊，哦哦哦，我可以关人了。哎呦，快闪！闪得超漂亮的。哎呦，哎呦，哦哦哦，这样你也接到，干嘛喷？上去吧你。喂！啊！我买买买！哎呦喂呀！我的鬼！哎，他怎么会？他居然预判我的路径！哎呦！这招真的超贱的！哇，传送门！舔一下！舔一下！哎呀！哎呦喂呀！小骨头啊！我倒！什么的戏哦？闪闪！我靠！这样你也要破？我会叫人跟你讲。哎，你出来干什么的？喂，闪！喂，就闪！好，来试另外一招终结。啊！哎，谁？不小心传错地方了。北林大帅来冲上来了。哎呀，全吃对剑出，我也是对这名字翻译很疑惑啊，什么出又什么出的，那以后是不是会有路痴与白出？我靠！刚刚是什么东西？啊！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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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哦，哎呦，原来老爹有刀啊！这么细，干什么？哎呦，干嘛一直抓我香肠啊？咦、欸！光头发射！哎、哈哈！换我来！靠，他也敢打！我靠！啊靠！输了！哦哦，在地上还踹！Can she wins？ 前面都打得蛮顺的。喂，干什么？上上！再补！哎呦！光头发射！哈哈！嘿，你还掉！哈哈！喂我的小螃蟹！哎呦喂！我闪！阿北，你踹出来踹那一脚还没踹到！光头发射！啊啊啊！电脑、啊，为什么他有电？阿伯你看可以抓他准我靠耶刷刷哎呀靠上去上去靠上去呀靠猛弹哦啊哈哈为什么有电啊靠就差一滴血你硬什么硬什么为什么会踹错边呢？咦，近距离闪避！啊靠！啊，麦克龙啊！哇！什么戏？喂，魔鬼啊！肯定魔鬼来哦！啊！我哎哎哎哎！啊，给他撞了！哦，我大光头啊！啊！哦！呀！哎，啊中了！个糟啊！不恼！出发吧！呵！啊 ！Finish him！ 啊，另外一招。哦哦哦，假汤圆呢？啊啊啊啊！哇！哎呦！在元宵节做瓜丁。哎呦，我闪！哎呦，真贼，让人家抓一下吧！啊，元宵节。哎、欸，喂螃蟹！哎呦，哎呦！哎、欸，你出来谁呀？中奖啦！哎呀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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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吼，烟火！哦，目睭看不完啦！哎呀！过去过去！哎呦，我闪！这样也挡得到啊！哇哇哇！我靠啊！比你快，再踩一下！哈哈，呼呼。
魔鬼！哎呀，我有位员工上去！刚才也中啊！为什么大家要打我大光头啦？哦，外形看！谁呀？我谁呀？什么的戏？喂！好啦，送博物馆啦，这个送台北美术馆。喂，坏啊，坏皮啊！哇，阿克美，上去阿克哇，上去！想打哦！恐龙哥哥不要啊！多多啊！啊！快进啊！好痛啊！靠不及！看我血不够。哎呀！哎呦！再翻嘛！哎呀！下来！上去！阿靠，来不及！上去！旁边阿姨看得好兴奋啊！哎呀！哈哈哈！买个表啊！光头发射，光头发射，哎呦，闪过！哎呀，抓到了！啊，不对，我们叫玻璃出来干什么？应该换叫老爹出来才对。这个捐故宫好了。啊，还是看哪位大厨需要现宰现切的啦。By Argus's power, by Delia's might. 脸皮啦，脸皮呢？哦哟哦吼吼，还好我有传送门。光头发射，靠边嘛！哎呦，想看什么？躺在地上要踩下去。哇！哎呦！我一直吐我的柳橙汁。哇呀！哇！我看不出来那是柳橙汁还是福马林。哦！哎呀！啊！又是签名照啊！啊！哦！哦！哦！啊！哎呀！哎！哦！你一定要削我的光头就对了。哎呀哎呀哎呀！破裂，棒棒，不要一直挥啊！哈哈哈哈哈！还推，还转回来的，脏脏！哈哈，什么戏？踹！啊，那阿北突然踹了一脚是干什么的？啊，来了，阿北高力啊！哦，给我点血！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柳橙汁脱个鬼耶！ Fatality. 柳橙汁喝到会爆炸是不允许的。If we band together across timeline, no one could stop us. 啊，居然都这样讲，我们两个是打什么打？茶喝一喝当好兄弟呀、啊！我有啊，有多多啊！哦，这样也可以踩哦！啊！我靠！呀！哦，这样也可以哦！啊！我买
怎样啦？哇！哇！帮我放华山拍拍照展。Why shouldn't we be allies? Because I know your heart like I know mine. 咦，你很懂嘛？哇哟！哦哦，这样也要接？注意公公啊，点穴哦！啊啊啊！外脑啊！哇！哦，外两棍！哎呦喂！乖乖的，长线吧你！啊，挡到了喽！哎呦！哎呦！哎呀！哈哈，卖过脸！哎呀！没挡到了吧你？吃我的点穴！哈哈，换你的两棍，嗯，哈哈，我的剪一样的，哈哈，老爷还，我帮你关到大英博物馆，更别说。哎呦，这么巧哦！你也矿技，他也矿技，大家都是矿技。It seems that the general has sworn us off. It is his loss, not ours. 对嘛，我们不只是好兄弟，还是好基友，那还打什么打？哎呦！我打你，应该不打你悲哀。哦哦哦！你以为只有你是？哎呀，不要了！你好兄弟帮你挡掉了！啊，摸摸。啊！挡不住了！啊！靠，输了！啊靠！下来！啊！啊靠！来啦！我靠！就差这么一点！啊！烦呢！战术！我打你应该，我打你悲哀。哎，我闪！哇！嘿，靠！我明明出招嘞！哎，他闪这边啦！有没有搞错啊？明明前面占上风的，怎么作弊嘛你？鼻涕嘞，鼻涕！Had freed me from my Leichen cell. I found myself no less imprisoned. I had no allies,
no benefactor, and no obvious path back to power. And power is what I crave. But why should I settle for the scant abilities of someone who is an underling sorcerer? I should be the one who controls history, who bends people and events to my whim. I should control the hourglass and wield it as the keeper of time. While I search the realms for the hourglass, I further master the dark magic needed to destroy Liu Kang. My quest may take a lifetime, but it will be worth it. For when I succeed, I will achieve omnipotence. 将成为真正无所不能的至尊。就拜上四次。